知影你已经过身啊，但是我讲袂出嘴。若是我无爱心灵，你是不是就会一直存在？爸，你知影我足想你的吗？我要开讲好不好？哇，咱真正是好姊妹啊呢，哪会这么有默契啊？我拄仔好，嘛感觉心肝头有我，我还带你出去饮两杯，嗯？轩。哇！全世界上乖上客气的钢琴老师，主动约我来饮酒，这一定有大代志。维特，过来一杯啊！哎，你遐尼红啊，多谢。哎，最近咖啡店生意不是讲足好诶，是安怎遐尼啊无欢喜啊？哎，我问你哦，查甫人。是不是拢会找小三？迄嘛爱看对象是啥啊？那是长久我遐尔妖娇美嘞 ？Of course。你应该不是中意小三吗？我拄则是在跟你讲酸笑，好不好？我哪有可能啦？而且张又袂有小三，嘿，伊有。轩。我丁玉梅哦，阅人无数的经验，以我来看，张有力，伊无可能会有小三。义乌，你家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像，Excuse me， 你即马开始在怀疑我？啊。不是你，轩，哎，等我打招呼的吼，拍死拍死啦！哦，那你阿妈都在饮酒，我想讲是在讲生肖嘞。小姐，你的杯子，谢谢。我要一份薯条。好。轩妹讲起来就劲爆的八卦，什么八卦？轩，你独家讲哦，张佑武小三。敢讲你知影写字条的迄是啥物人啊？敢讲你唔知？我哪会知啦？啥物字条啊？我在讲啥？你哪会唔知？我真正听无啊！哎，罗林，一杯敬小三，干！哎，好好好，你啉伤多啊！哦，来第二杯，敬破坏别人婚姻的好朋友，干。
倩，你明明就知我不是挑工要做人的小三诶，迄是伊要搞搞我的时阵，跟我讲伊是单身，伊还未结婚诶。我讲的不是你，我讲的是叫做我的好朋友，啊，不过却伫我的背后，甲我暗示偷来暗去的人。你怎样？你认为你会当骂我？我，你今摆是在讲啥？我真正想不到你安尼。我真正想要甲你讲，我找不到机会啊。你真的？我。否则我跟你当作是上好上好的朋友。哎，轩，你听我讲啦，无人会想要做人感情内底的小三啦。啊，若是有时阵你感情聊落去啊，你无法度控制啊，啊，就参像人讲爱情是盲目的嘛，对吧？对了，忘掉。我就是姐妹，我就是把酒去我老爸搞掉。拜托，一个公当，一个公三，拜托你别过来这种野情啊啦。喂，来，搞一支。哎，莫好意。你真正啉酒醉啊？吼，我无酒醉。你拢无了解，有人欺骗，真正就疼就疼。你拢无了解。你别看我啦！为什么要破坏别人的幸福？我知我跟你当作是上好、上好的朋友。嘿，轩轩轩！哎呀，你即摆是对象受气啊？袂忘，定定去找伊啊！伊即摆咧找这危险的啦！你搁有味道讲话哦 ？What？ 我呐？伊啉酒醉，伊平常是无咧啉酒的啦，万一发生意外，要安怎啦？你掂起啦，拢是为你啦！拜托了，就是我求你好无啦，莫让伊像我同款发生意外啦！拜托，我求你啊！我无想要再看到你啊啦！行。拜托你去找伊好不好？你把我当作是人家的传声筒，不过我是一个人，我不是工具。我嘛没办法是人呢，我嘛需要人照顾，嘛需要人关心嘛。你全世界不是跟他学学，你敢知？我拜托你去找伊好不好？伊即摆啉酒醉，遐咧足危险，我足烦恼的。我袂。我即摆只能找你尔，你看得到我，你听得到我讲话。即摆除了你，无人会当跟我斗相共。我拜托你，美芳，我拜托你。到底是做唔到什么事，提供俾你，变来处罚我？那安尼，我是做唔到什么代志啊？为什么爱让我看得到你啊？美芳，拜托，去找伊，拜托。头毛磕掉哦！你食啥物？我搞死你个鬼啦！你用骗的啦！哦，我咧家己来啊！你替换一件衫仔下，伊拄只有涂，迄面啦、手啦，拢较湿啦，较紧的啦。我干的啦！湿嘴。面啊面，手稍较湿者啦。你安尼湿是要湿到民国几年啊？你摕面巾来湿啦！对啦，萱萱就是宝贝啦，我妈美芳哦，活该做看护啦。你是讲啥？我哪有啦？
一摕到也袂烂，哪久啦？来呀！伊衫你甲用较开个啦，迄颔管内底你莫切啊，后壁莫切，你若切袂着，你手甲扶起来一下啦。啊，你切会着？张佑，总有一天我会甲萱萱讲，你是安怎搞到糟蹋的？我哪有？那是你讲啥啊？搞起来吼！哎，无啦，你要替伊换衫嘞，哎，我会当。错一下，你就看鬼啊！你是要创啥啦？拢啉酒醉啊，搁去传简讯，你传啥？不是啦，这不是啦，我跟美芳，我跟美芳哪有可能安怎？我跟伊无安怎啦？这还是想传的啦，哪会传？入去手机内底找发讯息的人，紧的啦！我萱萱对我的误会愈来愈深，我就无机会解释啊。啊，你点点啦，我倒来行啦，相机边啊。我像顶届安尼啊，你甲我讲。啊！臭啥啦？你甲我教一下，像顶届你安尼入去手机内底找咧发讯息的人，拜托的啦。明日就行，无法度啦。拜托的啦。我头拄仔无爽啦，再来一摆。好，欢迎光老张。两点钟，我外带一个布丁哦。好啦，感谢呢。好，拜拜哦。你昨无代志吼？嗯，不要紧啊。多谢你昨送我回去啊。你搁会记你哦？我想讲哦，你酒醉到啥物拢唔知影呢。布丁，哦，布丁昨昏拢卖完啊，现在袂做，歹势啊。我上人做礼物呢，阿小替倒做。阿妹，我的意思是讲，起码店面无欠人啊，啊有偷刀，搁有小分啊，唔免麻烦你。不要紧啦，我透早无代志啊，而且我一个人伫厝内底哦，也毋知要创啥啦。你昨暝哦，一定无睏好，你去休睏，我同你斗相共。唔免啦，而且你一个人回去，唔知要创啥。你应该做的是去交一个男朋友，唔是家己我的生活。啥物意思啊？我虽然无啥物社会经验，嘛毋过，我应该无算戆啦吼。你到底想要讲啥？有一句话讲啊，想过清楚，迄就无意思啊。先转去。哎哎哎，等一下，萱，哎萱，你听我解释啦，萱，等一下啦，萱，咱两个人今晚一定要搞话讲好清楚。好啊，你讲清楚先，你讲。我知影，这真正足歹相信的。不过你一定要相信我呢。你真正让人足无法度相信的，你知无？你表面上讲你无想要交男朋友，啊，不过实际上你心内一定有一个人，就是张佑啊。不不不不不，
是安怎会知影内疚布丁要安怎做？你是安怎昨昏我睏起的时阵，讲伊甲你糟蹋？你听说讲我无听，啊，不过其实我拢听到啊。我唔是咧甲你讲话，我是甲查某咧讲话啦。你敢知影哦？闺蜜哦，伊都踮咧身躯边，是伊叫我甲你照顾的呢。你哪会用这种借口来骗我啦？真正，伊转来啊，我常常出现哦。张佑，张佑，无在遮，我带你去找伊。伊伫咧附近啦，张佑，无在遮，可能在外口。张佑诶，张佑，张佑，张佑，平常时拢伫啊，今仔哪会无去啊？张佑，我来上班啦。你想啦，张佑，又搞我。好啊，莫搁演啊，请你转去，不用伊无需要你。张佑，哈，祖蒙，大三声，透笑，来收钱。哎，来来来，收钱啊，收钱啊。好啊，莫搁算啊啦。即个你甲我斗三工，你做善事的记录会当加出一分的啦。咱大家莫猜疑吼。唔斗三工哦，唔斗三工，我阿妈都有讲哦，讲你见死不救哦。我哪有啦？你唔救我啊？你已经死啊，想有啥物好救的？我这误会若无解开，我今日到时阵萱萱伊也想袂开，王一芳伊嘛想袂开，你到时阵大事大条啊啦。哎，你叫什么路这些吗？我爱当甲萱萱讲话啊，我想要甲伊讲个清楚，袂当去合着王一芳啦。无可能啦，你只会当甲看会着你个人讲话。啊，你互萱萱看会着我啦，有啥办法啦？无办法。拜托啦，啥物办法拢会使啦。是有一招啦，唔知影你想要做啥？好啦，紧讲啊，你讲我就做啦。这个办法就是恶狗放尿。啊，恶狗放尿？嗯，这么特别啊？你试看卖啊。哦，安尼啊，阿哥来。阿哥来，恶狗喘气。即马你袂当拖啦，你想要看到萱萱吼，只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托梦。托梦，你要做？鬼要托梦给人，爱趁人困落眠的时阵。人若是还袂困落眠，大脑还搁咧运作，就无法度进入去意识当中。唯一会当进入梦境的时机，是人呾困去意识切换的时阵。一定要等到人倒在睡，面向天。进入梦境的入口是天灵界，等到人睡落眠，换在伊的天灵界，就会当打开梦境的开关，进入人的大脑。
走，我恨你。Hasta la vista, Bobo. 你是爱你啦，也不过吼，伊已经开始分离啊，离婚戏呀。你怎样拍球？无啦，刚安尼。你是要食啥？老师请你，当作是帮你庆祝。食饼干好。好啊。啊，你的篮球是拍了真好呢。我爸教我教的啦。以前啊，伊若是有时间，就会陪我拍球；啊，若是有比赛，伊大概拢会来看。啊，这间店就是我比赛了，常常拢会来吃的店。啊，哪样呢？今麦嘞？今麦较无闲啦。是你无闲啦？我因店内的代志啊。你讲恁家开咖啡馆是伫倒位啊？我是要零零八几的咖啡。咖啡店尔，无啥啦，无啥物好看的。啊，是等一下食完饼，再去坐一下。啊，老师，我等下阁有代志，我先来走啊。你的饼还袂食了呢？奇怪，小芬姐今日哪无来啊？没啊，我打电话给伊嘛无接。啊，伊平常是袂安尼啊，姐啊，你敢要甲伊关心一下？哎呀，哦，三花，五花，一斤啊。有人在不？
有人在吗？有人吗？哦，你是小凯对吧？啊，你怎么没去上课啊？你刚刚一个人在家里，妈妈呢？哦，小凯你别怕，阿姨是妈妈的朋友，你妈妈在阿姨的咖啡店上班，啊，你跟阿姨说，妈妈刚有在？妈妈一直没睡过来，一直在睡。安尼，你先替阿姨开门好不好？紧嘞，来，让阿姨去看麦，快。好，紧嘞，来，找阿姨去。妈妈朋友在家是无？啊，来，小芬，芬。你听到我的声音吗？芬，我今日无读书。哎呦，你是在讲啥啦？你都已经休假了，还搁在想上班的代志？小凯，厝内敢有药啊？去电话阿姨，乖。今仔拢伫遮。阿姨找到退烧药啊，咱先来请妈咪加油啊哈！来，这是退烧药啊，吃落会较好。照顾妈妈哦，你别烦恼。我不要妈妈死了，我不要妈妈跟爸爸一样死掉。爸爸死去啊！哎，我安尼袂用啊，还是来送病院。小凯，啊，你敢知影妈妈的健保卡放伫倒 ？OK， 阿姨找看卖吼。你别找我爸爸的相片。你是恁爸爸？你别找我爸爸的相片。是讲要分手啊？你小金是安怎？哎、欸，玉美，我传讯息，你哪会拢无回啦？我啉酒醉啊！啉酒醉？你敢想啉？奇怪，我刚上面讲你有啥物事啊？无啦，我。Thank you.
歹势啦，我是烦恼你。我分手也是无分手，甲你有啥物值得？爱这种让你做小三的查甫人无价值，独生才有资格爱你，我是真心的。这是今麦上新的流行上妆。嗯，康氏风格，潮不潮？潮咖流血。嗯。袂疼，袂疼，无看到你，我的心阁较疼。查甫人敢若遐出一张嘴，我的嘴甲我的心拢是真诶。哦，我知我迄个柯先生嘛是安尼讲诶，伊讲伊单身，伊爱我，结果半年后，我发现伊无啊，伊就讲，伊讲伊无已经分居咧办离婚啊。因为伊是渣男啊！唔，那是伊，我的前任甲前前任拢同款，查甫人的嘴骗人的鬼。我甲伊无同。都会无同。我老实甲你讲话啦，其实哦，我对男人真正无啥物兴趣，我根本是希望。我小宝的时阵有人会当陪我，所以我嘛无需要你对我讲啥物承诺，还是对我负责任，只要能挽救我安尼就好。嗯？好啊。你毋是讲你爱我？感觉迄拢是白藏。
我爱你，但是我对你的爱，不是这种爱。玉梅，你得着给人好我疼惜。伊是因为发烧吼，才会昏去了。啊，即摆烧已经退啊，搁观察一下，假使讲等下若精神，恁就当送伊转去啊。转去了后吼，爱注意个费用甲血糖。伊原本个病情吼是真严重，恁爱靠劝伊赶紧去治疗，袂当搁拖啊。伊是先辈，你毋是伊个家属吗？伊已经皮肤癌第三期啊。萱姐，你创啥啦？咱店才拄好做起来尔呢，谁说我要关啦？你是心理无好嘛关，心理好你嘛关，你是 MC 来哦？徐在利啊！托大，你是安怎？你去问你的女神啦。关门啊！上水的头家娘，恁是袂当结束营业，无恁的咖啡我会困袂去。哎呀，讲阮已经关门啊，你是听无？心肝，今夜雨声滴滴答答，提醒我对你的心也未放下。问心肝，今仔有你，我伫啥人的心肝？敢有？用像我爱你，甲你疼。问心肝，今夜雨声滴滴答答，提醒我对你的情也未放下。问心肝，今仔有你，我伫啥人的心肝？敢有用像我爱你，甲你疼？不要反背我，离开小三伫外口。要生一个囡仔，
我昏迷。我希望我一世人从来不拄着伊。做唔着代志，靠一见笑，拢是我害的。我袂撇爽了，我袂撇爽。啊，你袂当安尼啦，萱萱有状况，你爱清醒哦，紧来啦。萱萱，萱萱安怎？萱萱安怎？找萱萱，伊要跳海。你讲啥？萱萱想袂开要跳海，你去找伊啦。喂，芳。喂，快点给四小熊，快点来啦！啊？只要我在家，是张佑甲我讲的啦。哎呦，不管你是相信还是不相信我，我不爱你安尼啦。有啥物代志是过袂去的，你敢知？你唔通你想袂开哦。妈，我来。妈，不是，是我搞坏你啊。
才知春天有来过，一路行来真美丽，亲像有你在身边陪。想起久久的情话，以前假爱无人理，真心对太慢不悔，感谢有人将阮代替。你不是上悲伤的彼个，上好的选择是无后悔。是上悲伤的。